大家好，这边的话是陕西荥阳市，说是说荥阳市，其实它是属于一个县市，它跟一个县城差不多大的，可能是后面改为市吧，荥阳县。有一个启字，专业启字。啊，看一下，专业启智，这个路边的吧，都是老人了。这街道上两边。住的全部都是老人，在那边打牌。我发现这个陕西荥阳县，天气挺热的，比贵州那边还热。哇，我的街道上走了一天都是冒汗了。这个老头子跟这些妇女开大会。五六个妇女听一个那个老头在那边讲，像领导一样那个老头。哇，这上面还有一个明媒婚戒，孤单的你不要再等待了。现在男多女少嘛，是吧？盲人按摩，10块钱一次，哇，10块钱一次呢。这里写着盲人按摩10块钱一次。我上去按摩一下，看一下盲人按摩是怎么按摩的。10块钱可以太贵了。这里都是卖衣服的。按摩室，每次10块。按摩10块钱。啊？按摩多少钱？10块钱啊？十块。今儿早上几点啊？早不？没有刮痧。有啊。刮痧多少钱啊？10块钱嘛。刮痧也10块钱啊？一天10块钱。
中了两个七十岁。对你挂。你现在都没空啊。有块正好是这个。好。安我刮痧才十块钱，哇，真的便宜，那个真的是盲人。空啊，他没有空啊。有空啊，你谁让你管嘛？那等一下。不是谁让你讲这么讲的了吗？哦，那休息一下。这是你的衣服啊。我的衣服。但是俺们家讲的那个办法上买过吧？你是说农村那种吗？都买了四周的，四周嘛。都是这个腿线多，现在。是啥胖体？嗯嗯。哎呀，我不懂的，我是气很重，刮痧就有用吗？有用啊。哦，我先刮一下痧。那还吃米饭吗？不是，一点肉都没有。那你吃吗？那现在做。那不吃的。那做了都没得吃。牛肉干炒啥的，不喜欢吃。那啥肉不吃？我不喜欢吃牛肉，喜欢吃猪肉。哎呀，那个进去买哦。嗯，这个离超市很远，就是大门口进去的就是的。哪个超市？就在大门口。那就是。就是这个腿折了，这个地方疼啊。你就不懂，这儿疼。哦，左里头疼。上头不疼。上头伢都是那个，是不？就从这儿上头那头。嗯。哦，是的，要滚这个东西，这儿在疼。哎呀妈呀，疼死！会动的地方就是有问题嘛。这我就不疼了，你就是在那头次疼完，你这个折了来绷紧来进你这儿来，医疗的来在这儿安来的吧。嗯，最后成。嗯，最后当那个当我在那下面理疗吧，也在理疗嘛。那天那帮小伙疼死了，人家在那儿理疗俺们，这就那才来头一次哦。那天那帮小伙疼死了。嗯，你们搁那串门院啥在这儿？院里在这儿。俺妈呀，天，怕我疼死。怕这儿，人怕这儿，这不用从这个地方扎针，从这开始。啊，这年头国娃就是我搁做上班，我搁这儿，哦，这一起的嘛，疼。这都疼，是吧？嗯。国娃都包不了了。包了了。那不包皮吗？啊。啊。这是厨房。你看这泡的那个挺好的。我来画个身子，你说把人累死不？你画个身子挺好的，你看这个。你也把人累死了。这是身子。你里头疼吗？筋疼的啥疼？那不是你跑了啥？走了，你不当这玩儿。这玩儿。咱俩还是这样。一会儿这吃大饼，上上还行，到这个。没有分钱。就是，这都吃个地嘛。那个谁说话？你也是挣点儿，那个都是。都是吃个，空很少。嗯。啊，那你好。就在吃这个。刚才挂了一下痧。刮痧按摩才十块钱，这个盲人的技术非常的好。我这十块钱实在是太便宜了。哦，那边还有好几个都排着队。但是因为我是那个设备不好放嘛，就没有碰到我自己刮痧按摩的情景。哇，刮痧是中国的一种传统技术，哇，刮一下真的很舒服的。